他说买的糖果你有没有吃啊？会不会吃？那你自己拿拿看，啊，拿拿看会不会吃？有没有？给你看，怪怪的，嘿嘿，跟我的饼干不一样啊，怪怪的呢，有没有？那个阿妈讲，你买那个糖果不行啊，那种怪怪的不行，要米果。要米果才可以。电视有那么好看哟？快看安呢，有那么好看哦？星期四喽，要上课呢，要加油哦。一天慢慢长大哦。每天都有在改变呢，走，我们上课去，走，老帅帅，打扮一下哦，来上课了，星期四喽，我说上课去，杰恩，你那昨天阿公要载你呢，你都知道要上下课呢，哇，高兴呢，今天要上课高兴呢，看猴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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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？猴子去考试回来了。有没有？上了，拜拜，猴子拜拜了。下课了，回家了。高兴了，高兴唱歌了，回家回家，擦，手擦擦，吃饼干。你不跟阿公睡睡，吃点心时间，有到家了，到家了，明天阿公再来载你，拜拜，拜拜拜拜拜拜，进来，拜拜拜拜，忘记了，掉掉掉，拜拜拜拜，拜拜拜拜，明天阿公再来，